这份就是黄雪琴找人代理玉母的合约书，顶官写甲清清楚楚，囡仔生来就要摕到偌济钱，敢讲合约书嘛是假的？林月娇，你伪造文书，根本就没这个好友，给！安怎？想要把证据毁掉？我看你根本做啥心机？你我！雪琴，你不要动嘞！你不要动嘞！这下，莫怪，莫怪我一直看不你巴肚，你去搞搞你身高差不多。其实这个代志我会当解释，我从来拢无想过，连你也反背我。你欺骗我，那你囡仔嘞？我明明有跟你说我去做生检，囡仔在你巴肚内啊，囡仔嘞？为什么我掉着一个性命，会变成这个物件？黄雪琴，吼、哦，啊当初哦，你想要逼我离婚，拆破我计有心的秘密，啊你即摆哪用计有心这招啊？我廖准讲你有偌高明嘞，你真的很没创意，也没诚意呢。高中生，我真正感觉你足悲哀呢。你身躯边的查甫人吼，都用同一招甲你骗，结果你搁互骗去啊！你就是歹代志做受济啊，所以你注定吼，这世人都无用啊。你该知影，你袂当写这个文书，你可是为我瞒我，继续结这个婚是？这事情，咱等下再讲。各位，真歹势，这临时发生这个代志，让恁大家看笑话。阮的婚礼继续进行。你想要告我，我随时等你。敢有必要让我的婚礼乱，浪费大家时间？就算你找到更加侪证据，又该安怎？再若一告落去，我三年五年是没有结果的。你又该会当对我安怎？高俊生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啦。啊，什么时间唔紧哦，偏偏啊紧一个派日子要举办婚礼，所以今嘛嘛卖怪阮早来你的婚礼乱。